日本疯传五分钟瘦身操，52岁女星实测有效狂产11公斤。日本模特媒体教练佐久间健的五分钟媒体重塑操在日本引发热烈风潮。左截取自 Instagram Epusely， 右截取自日本节目中居大师说画面。全日本都在疯的五分钟瘦身操，不管什么身材都能救。52岁女星实测有效狂甩11公斤。近来在日本最热议的瘦身话题，就是媒体教练佐久间健一的新书《五分钟媒体重塑操》，连模特儿都在偷偷练。超过3000人实证有效，连日本节目中居大师说都特别企划实验特辑，邀来52岁女星与33岁歌手实测，结果3个月后两人体脂肪率都下降10%。不管怎样的身材都能救，模特体干机指的是模特都会用到。但一般女性大多不会使用到的肌肉部位，媒体教练佐久间建议指出，以减肥为目的运动时，重点是别依赖运动量。只要持续每天做几分钟瘦身操，至少持续训练2周，就可以提高基础代谢率，养成易于燃烧脂肪的体质。加上均衡使用全身肌肉，想瘦的部位也会自然变细，对于小腹屁股、腿粗或是在意的蝴蝶袖，都有超惊人的效果。他一年经手4000件以上案例，截至目前为止引领超过30000名女性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理想体态，几乎也不复胖。这样的成绩难怪在日本引发讨论热潮。惊人案例，去年2017日本电视节目中居大师说特别企划实验特辑，邀来52岁女演员比奇里惠与33岁黑人歌手做实测，请他们比照书里头的5个动作，实际训练3个月后，女星比奇里惠瘦了11公斤，黑人歌手减17公斤，两人体脂肪都下降10%，腰围也少了20公分，超级励人心。33岁黑人歌手光做这个操就瘦了，写曲字中居大师说节目画面。52岁女演员比奇里惠意外瘦到50公斤以下，超惊喜。写曲字中居大师说节目画面。运动女手抱头，脖子悬空，用腹部的力量撑住，双脚悬空撑住10秒，脚踝交叉再撑住10秒，每天3回，大概1分钟。双脚交叉悬空撑住至少10秒，瓶装本出版提供。动作2手握拳，踮脚蹲住再站起来，全身往外伸展，手指张开，来回10次。动作3坐住，背部往前倾，手肘交握往上跨越头部，撑住6秒，做10回。双手超过颈部，上半身前倾，瓶装本出版提供。媒体教练佐久间健一提到，减肥中真正需要做的是矫正身体的坏习惯，一次只要5分钟即足以纠正坏习惯，就能获得理想体型。这些动作都不难，而且只要持续做，就会是平日走路等活动的4倍运动量。
减肥搭配规则与运动部分，一天最多之二两组。二，一定要吃早餐。三，一天基本要吃三餐以上。四，充分摄取水分。五，节制酒精类饮料摄取。六，摄取优质蛋白质。